话，如果大家下礼拜三还在的话，就会换他主持，就可以再听一次。如果有喜欢他的那个歌声的话，那如果没有时间，你也可以搜寻他的粉丝专页。他还没有创，蓝星乐团有粉丝，有吧？蓝星乐团有粉丝专页，这个乐团蛮久了哈，算是曾经，有没有曾经？这乐团蛮特别的啦，它的特性就是它的特性蛮多元的，我觉得就是很难描述，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。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朋友也是我们的卧虎藏龙之一，他潜在大家的身旁，从大家进到铁花村，他就在你们的周遭形影不离的播放音乐。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 PA 大哥上场演唱。我们 PA 大哥今天是来自牙买加的 Queen。 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查一下歌词。好，我就直接唱。然后这首歌是Radiohead， 然后试试看。Just like an angel, skin me must cry. Fel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.Shh.
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真的很难。然后我不是很会自弹自唱，然后所以我就负责调声音。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听歌的话，欢迎来到铁花。然后我也很支持大家可以站在这个舞台，就是这个唱作俱佳，任何人都可以报名。对，就像我们很临时这样子，但这都是一种很有趣的过程，所以我也会很紧张。好。